我知道台湾很多朋友喜欢宾士，很简单嘛，台湾人爱面子，而且宾士呢，向来的品牌形象就是有一种雍容华贵，又带一点点时尚。那么你心里的 AMG 长怎样呢？我们今天试驾是两款 AMG 车型，我旁边的呢是新世代的 C43 AMG， 它旁边呢有一个 Turbo Electrified 的字样，其实就告诉你现在的涡轮引擎已经进入了新世代。它不用采用八缸大排气量的堆砌马力，它用四缸电子化的涡轮引擎呢，同样可以带给你超级狂暴的快感。接下来先带大家来看一台是我觉得相当漂亮而且眼睛为之一亮的车款，它就是 SL。 你知道吗？前一阵子就是 SL 衍生车款 SLR 呢，叫做 Wuhan Coupe， 它的300 SLR Wuhan Coupe 呢在欧元的拍卖价达到 1.35 亿欧元，它等于是地表上现在拍卖价格最高的古董车。那么其实提到 SL 的字样呢，它代表着 Super Light， 它在1952年问世的时候，初代车款它其实重量也只有1130公斤，那么一直演化到现在，那没错，它变得越来越大台，样貌呢也越来越时尚。提到我第一次试驾 SL 呢，应该算是 R231 的版本，当时它的头灯特征的等于是双圆的变形虫头灯，而且那时候呢率先有 AMG 的版本问世。你知道它当时的 AMG 啊，它用 5.5V8 Supercharge 加上 V8 的那个声浪好像要把空气撕裂一般。那回过头来看到现今的车款呢，你会觉得它还是保留当代的那种时尚风格，而且在漂悍之余多了几分妩媚。那么打开车门以后坐到座舱，我觉得我钦佩宾士的地方就是它在豪华之余啊，它把那个设计氛围拉到不同的层次。它虽然不是一台超跑，但是在座舱的陈设上它完全不亚于超跑。它的方向盘设计呢，那个战斗感等于是我体验过法拉利以外车坛最棒的，因为它在它的 AMG Dynamic Select 它可以借由方向盘右下方的旋钮去调整以外，它左下方呢同样有很多功能键，好比说悬吊阻尼的软硬，好比说尾翼升降，等于你所有车上会用到的配备，它都可以在方向盘里面用你的拇指进行操作。它 11.9 寸的中央触控显示幕，它为了要对应你开关棚之后那个光影的变化，它的萤幕呢可以进行12度到32度的调整。它的座椅呢在颈部这边呢还有暖气通风的功能。那么在动力的配置上呢，它虽然不是像它为了要纪念 AMG 成立55周年一般用八缸引擎的 SL55 是采用四轮驱动的，它维持纯粹后驱的设定以外呢，它还有主动后轮转向的功能，所以让这一台敞篷跑车呢也能够有相当犀利的操控表现。但最重要就是它的 2.0 升四缸涡轮引擎呢，同样是采用 Electrify， 就是 F1 科技的电子废气涡轮，所以它能够让它的输出呢达到最佳的优化效果，而且在声浪的表现上呢，是我觉得四缸涡轮引擎里面的天籁。到底这两款车的动态表现怎么样？走，现在我们就上路来体验。哇，总算是到这一代 W206 的 AMG 版本，不管它的外观，不管它的内装的那种质感跟科技氛围，我觉得都是倍儿棒，它称得上是同级车里面我觉得最具吸引力的车款。那么之前在性能车的部分呢，他们宣称接下来的 C63 呢会取消八缸引擎，换上了四缸的引擎加上电动马达。当时啊车坛上一片哗然，大家就认为说哇 AMG 少了八缸还叫 AMG 吗？那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个版本呢，它是 C43， 用的就是 2.0 升的四缸涡轮引擎，而且它的涡轮引擎呢还蛮厉害的哦，代号叫做 M139， 它是用了 F1 的赛车科技。
你知道吗？这一颗涡轮啊，就是很特别。大家可能会觉得电子涡轮常听到，因为包含它的53 AMG 的六缸，还有像 Maserati 的这个引擎呢，它都有用一个电子涡轮，就是用马达来驱策。那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高科技，但我为什么说这个很厉害呢？因为它真的是从 F1 的科技衍生过来，它叫做电子废气涡轮。我们知道涡轮引擎呢，其实就是利用排气来增加进气，来提升引擎的效能。那么这个涡轮引擎就是有两个扇叶，那这一个宾士的涡轮呢，它特别在于它在排气侧的涡轮呢后面接了一个马达，这个马达很厉害啊，这个马达呢可以机转到175,000转。我们知道涡轮引擎呢最怕就是迟滞，因为你的排气就是刚开始在初始运转的时候，它排气量不足呢，它会影响到你进气的效能。那么有了这个马达的提升呢，第一个它可以规避掉涡轮迟滞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它可以大幅有效的增进它的进气量，也因此呢这一具引擎的最大马力呢可以炸到406匹，那么扭力呢它也超过了500牛顿米，就是你用公斤米呢它是超过51公斤米，再加上它48V 的 BSG 启动马达整合发电机的这个动力，额外提升了14匹。所以你知道它这一台车的0-100加速，我们试的是 Estate 哦，0-100的加速呢它可以在4.7秒完成，然后再结合它的 AMG 的 MCT， 就是9G Tronic， 这个 9G Tronic 跟一般的它的 C Class 的变速箱不一样，就是一般的配置呢就是扭力转换器，它为了要对应这么强的动力呢，它用的是多片式的离合器，所以 9G Tronic 的效能呢也变得更好。那另外就是它在引擎的表现上呢，除了那一则线性度以外，说真的在性能的输出上，这一具 2.0 升涡轮引擎呢已经称得上是车坛之最了，因为不管是声浪不管是输出，它还真的没有那种迟滞感，那种回火燃爆的声响呢，它都不会让你觉得它是一具小排气量的涡轮引擎。这当然也得归功于 9G Tronic 变速箱齿比跟动力能够缜密的配合。那么再来讲讲它的操控力，C Class 呢其实在操控的表现呢，我一直都觉得它已经有一个大幅度的要进。我们之前试驾的 C300 呢，如果选了主动后轮转向这个配备，我觉得它整个底盘呢等于有神力加持啊，就是那个弯道的操控力极度的犀利。但是这一次呢换上了 C43 的 AMG， 它有两个主要的配置，一个叫做 AMG Ride， 然后另外一个呢叫做 4MATIC。但是它的 4MATIC 呢跟它的53系列不一样，就是53系列呢它用的是 Plus， 就是它可以调整你的前后驱动力。那么43呢它是横时的四驱，它的前轴呢就是用 31% 的驱动力，后轴是 69%， 所以这样的好处就是让你感觉开起来跟后驱车一样比较灵活。在开山路的时候呢，那个连续弯道，湿滑的连续弯道，它还是能够发挥很好的抓地力，而且整个底盘呢，因为它的配重均衡，所以它呈现一种极度中性的驾控感受，就是你可以很精准的去感受它的惯性表现。好比说现在要入弯，那你现在在 U 型弯，很深的 U 型弯，它也不会出现推头的现象，
那么在出弯的时候，你急补油，方向盘还没回正的时候补油呢，它车尾也不会甩摆，它就是告诉你这一台车呢，它已经把底盘这件事呢调教得相当的沉稳。而且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在于它呢有 AMG Ride， 但是就产品的属性上呢，我们今天试驾的 Estate， 它很巧妙的让你在舒适性跟操控力之间呢，它又偏向舒适一点，但是你在剧烈超驾的时候，它又完全能够 hold 得住那个支撑力，就是它感受到侧倾，但是它不会让你觉得过度的摆动。过去它的 C300 要把主动后轮转向列为选配，但是现在的 C43 Estate 它把主动后轮转向呢列为标配，它在最大的转向角度呢有 2.5 度，那再加上原本的悬吊呢，就是以双 A 背为基础，就是打造出来的多连杆，所以我会觉得整个底盘的运动性相当的好，就是在同级对手里面呢，大概也只有剩下 M340 能够跟它抗衡，但是 M340 呢又少了主动后轮转向的功能。所以你会觉得 C43 AMG 的 Estate 呢，它的灵活度表现又稍微出色一些。好，我们现在就来准备进行加速实测。那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 AMG 会有一个 Race Stop， 那你必须要把它的行车模式切到 Sport Plus， 然后把它的动态稳定系统关闭。这就是它的弹射模式啊！哇，超级快，4.559秒。只不过就是你在测完的时候呢，它的那个刹车 （pre-safety） 会帮你把安全带拉紧，我就觉得好像快被勒毙了。AMG 而言呢，缸数的多寡完全不影响它的性能，就是当它决定要做一台高性能的四缸引擎，它是做得很棒啊，而且很激情啊。哇，你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哇，我只要在4000转降档收油，它尾管会产生这个很清脆的蓝爆声，然后你在拉升到5000转之后呢，它的音频又会改变。那么这一具引擎呢，对于 AMG 而言，它很讲究科技，所以这一具引擎呢，还是在它的 Alfa的总部 One Man One Engine， 就是过去你可能既定的印象就是只有八缸引擎，它是手工组装的。那么现在这一具四缸引擎一样是采用 One Man One Engine， 它的动力呢，因为要对照它的底盘特性，所以我们试驾这一台 SL43 AMG 呢，它没有像 C43 一样把马力炸到408匹，它比较保守，但是它也有381匹的动力，这个过去呢已经就比它的八缸引擎要来得更高了。那扭力的表现呢，它是48.9公斤米。那么在变速箱的配置上呢，它一样是采用 MCT 的 9G Tronic， 就是多片式的离合器取代它的扭力转换器。因为 SL43 呢它是后驱，所以它的输出呢就相对的让它缩限一点点，但是它的整体表现呢还是很强。它的动力呢虽然不是特别的大，但你会觉得整个跟变速箱还有它底盘的协调性很好，就是即使它在像你看今天湿滑的路面，我们在就是 ESP 关闭的情况下，你还是能够很好的掌握这一台车。那么它的原厂的0到100数据呢，它是4.9秒，
哦，你不要小看这一台 SL， 它其实还蛮大台的，那车重也有一吨八，所以 4.9 其实也够快。那极速的表现呢，它是可以到275公里，就是你额外再选配 Driver's Package 的话。那么我这样开起来的感觉，其实我会蛮陶醉于它的整体设定。第一个就是内装的战斗力跟豪华度够以外呢，它的整个那个氛围啊，会让我觉得好浪漫。但是当你把它的行车模式切到 Sport Plus， 那尤其 Sport Plus 呢，它下面又有三个动力选择，就是 Dynamic Sport Plus， 还有一个 Pro。这时候你的动态稳定系统呢，它会把你关闭，就是让你能够发挥更高的操控极限。那么在底盘的设定上呢，其实 SL 以这一种尺码的 GT 跑车啊，虽然它是敞篷啦，以 GT 的跑车设定来讲呢，它其实不算特别的重。那主要当然是因为它的四缸引擎呢，已经大幅的减少许多的重量，而且它还有很优异的配置。虽然它是采用2+2座，可是它的坐姿，就是驾驶座的坐姿呢，是贴近于驱动轮的，所以某方面来说，你可以用身体更快、更迅速的去掌握那一种细微的动态。就好比说你出弯、入弯时候收油加速，甚至方向盘转动幅度，它车尾滑摆的那一种细微的动态，你都可以预先去进行掌控。我觉得这个在驾驭乐趣的部分诠释是相对的重要，因为一辆 GT 跑车呢，你如果在长途巡弋的时候呢，你给它维持 comfort 的状态下，没错，它很舒服，但是有时候呢，你想要感受激情，去享受那一种弯道滑移的乐趣，它又可以赋予你另外一种很特别的战斗水准。我觉得这个会对于喜欢开车的人，他有一种魅力，因为你可能会觉得 ASL 很漂亮，但是它在运动性的表现上呢，应该没有办法诠释的这么到位。但是我即使试驾这一辆43，我觉得它等于在操控乐趣上呢，它又会给你比过去要来得更受控。它的电子悬吊，它一样有 AMG Ride Control， 可是为了要对应它的产品属性，它并不是完全朝舒适靠拢，就是你在切到 Sport Plus 的时候，它会变得比较 Q 韧。它虽然是纯粹后驱，但是你在恶劣的气候，就好比说像我们今天下雨跑山路，你不会觉得害怕，我甚至可以用 Sport Plus 去操控它，可以濒临极限，但是你又可以借由身体跟双手去掌控这一辆车的乐趣。每一个设定好像都很协调，而且在整个刚性的表现上呢，它不止横向刚性提升了 50%， 纵向刚性提升了 40%， 就是整个车体的防护率呢，它是接近提升了快20%，就是 18%。 它还有一个主动尾翼的辅助，这个主动尾翼呢，在时速80公里以后呢，它可以进行操控。那它有4段，最多的角度可以扬升到26.5度。那我们把时速降到60，你知道吗？这一台车它在时速60的时候呢，它可以悠闲的开关棚，就是让你很享受那一种拉风的乐趣。除了驾驭乐趣以外，我觉得这辆车最棒的就是它的轴距够长，2.7米，而且它为了要让你在弯道的灵活度提升，它一样有一个神兵利器，叫做后轮转向系统。它的最大角度呢，一样是2.5度。那么在时速100以下呢，它的最大转向角度呢是2.5度，在时速100以上呢，它是调整为0.7度，因为要避免你的底盘过于 sensitive， 因为太过敏感呢，其实它不见得好开。我觉得 SL43 呢，它虽然算是车系里面比较入门的跑车，
面对他的对手，以他的价位跟他的定位呢，基本上也只有两款对手，一个是 Lexus 的 LC500，就是配置八缸的 LC500，LC500 坦白讲呢，就是声浪赢过它啦，比较雄浑嘛，多缸数的那一种浑厚的声浪，其实算是好听，但是我认为四缸引擎呢，这一具 M139 已经算是天籁了。但是在操控跟设计上呢，完全就是不同世代。你会发现 SL43MG 呢，整个灵活跟操控度呢，算是倍儿棒的，你可以意随心转。那另外一个对手呢，就是911的 Cabrio， 当然 Targa 也算是他的锁定对手里面。那如果我们以入门的911，不管在动力或操控上呢，我觉得除非你下赛道，否则不管在动力或操控的表现上，它都不会让911讨到便宜。很多朋友他对于 AMG 的迷思就在于 V8 的血统。过去 V8 迷人的地方呢，除了声浪以外，就在于 One Man One Engine。随着世代的更替，新世代的 AMG 已经进化到四缸，而且配上了 F1 科技的电子涡轮。坦白讲，我觉得除了声浪没有过去八缸这么澎湃、这么浑厚以外，在四缸的声浪音频里面，它已经尽可能的展现出激情，尤其它在排气侧的涡轮扇叶里面增加的高转速的马达，它能够弥补过去涡轮引擎给你的迟滞。那即使是 SL43 381匹的马力，你全油门驱侧的时间点可以更长。对 AMG 而言呢，要打造高性能对它来讲从来不是难事。它可以用搭载六缸涡轮引擎的 AMG ONE 创造纽柏林最速街车的记录，到现在6分35秒还没有人打破。对，你会说那基本上是 F1 的化身，但是现在的43呢，它也是用 S1 科技来打造这一具引擎。它虽然用了四缸，但是它是以赛车科技延续，所以它会给你呈现更完美的输出线性，而且那个动力的感受，也就是加速的丰沛度呢，它并不会让你觉得有太多的减损。在与底盘的搭配之后呢，那整个均衡数很棒，你可以很恣意的去享受那一种极限。在市区行驶的时候，它又能够同时兼顾舒适性。你心里最喜欢的 AMG 是什么车款呢？欢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但是相信我，这两台 AMG 的表现都不会让你失望。